旗下各女团主唱主舞，包括少女时代泰妍、孝渊、Red Velvet 的瑟琪、Wendy、aespa 的 Karina Winter， 再加上最强 solo 宝儿所组成的企划团体搞了 Big， 上个月以首张迷你专辑回归。虽然曲风和歌词被粉丝嫌弃到不行，直批浪费黄金组合，但话题性依然是满满。而在一日，他们的官方频道释出了年末颁奖舞台的花絮影片，其中一段是 NCT Dream 来向前辈们打招呼。不过团队里的 Karina 和 Winter 其实是 NCT 的后辈，要接受打招呼的话是有点尴尬的。立场有点微妙，但可以看到 Karina 默默的把 Winter 叫到旁边，之后两人就一起站在角落，也算是高情商化解了尴尬。不愧是 aespa 的队长啊！